右下腿偏外侧，偏低位啊，拉紧痛，拉紧疼，我又看到一个火箭，发现它立在那边，那个是未来的场景的啊，在风雨飘摇中啊，已经很生锈的很厉害了，生锈的很厉害了，看着那些破烂不堪的东西，也没人去管。后来我从外面协商，干脆把它搬掉吧，把那些留在那边的那些火箭，干脆把它搬走吧，把那个地方腾出来啊，反正教育人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啊，然后如果再继续留在那边，就是对环境的污染了啊。后来外星人说行了，那就把它搬走吧。后来那个未来那些废弃的火箭发射场最后就把它清理掉了啊，把它清理掉了啊，好，由外星人去清理掉了啊，好，就这样啊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